观众朋友，欢迎回来。再度介绍我们的嘉宾，他是赵世文 Simon Chu， 他已经拿到 MDRT， 已经是在 Membership 里面是最高最高的等级。他今天的穿着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他已经卖到了，就是这个 Annuity 卖到了1500万。事实上，他是卖到1650万，但是因为他们的Benchmark 就是15 million 开始，这个奖杯 represent 1650万，太高兴，太光荣，太骄傲，谢谢你，恭喜你，恭喜，谢谢大家观众朋友对我们这么多年的支持以及对我们的信赖，把您的资金。养老资金、投资资金，让我们公司来帮您管理。是到今天为止呢，我们公司其实管理超过1亿这么多的资金，哇呀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放心投资，找我们公司。不断是我还有我的团队，对，当然还有我的儿子 Brandon 接班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你们在湾区有4家，4个 office， 对，包括 San Francisco、Oakland、Fremont 以及 San Jose。大家无论是喜欢面谈或者预约或者 Zoom call， 我们都可以帮您安排妥善。最关键就是现在 promotion 32% 红利，对，千万不要错过4月3号截止。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听完马上就抓起电话打电话来了。太聪明了，太睿智了，不要再等，don't wait， 现在是时机，现在就是投资的机会。上个礼拜周末节目一结束，有朋友打电话给我啊，他说周末请你问问 Simon， 上次举出那个例子，66岁的女性，她放了50万，到了90岁的时候真的到可以拿回来950万，是不是真的？要 reinforce with Simon。 Yes，绝对是对的，所以大家可以重看一下 screen 哈，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呢？简单讲几句，第一，我们开户的时候已经送 32% 的红利了，嗯，那按照 32% 还有每年增值的幅度里边，另外还有一个红利哦，嗯，这个是每年所送的红利是 250%。 举个例子，如果股市指数回来是 4% 的话，您可收的 bonus 另外再加红利是 250%、乘以4，250% 乘以4，您可以收 10% 的回报。So that's why 我们这个计划其实可以做得到5年6年 double， 它50万开，5年到6年就变100万。那如果市场下跌呢？保本的，绝对绝对放心。哦，对，还有呢？那如果市场上涨呢？有没有 ceiling？ 没有 ceiling， 因为我们所利用的指数选择的部分呢，有一个配搭，嗯，有一部分是有 cap， 有一部分是没有 cap 来做汇的， okay， 嗯，还有呢，我讲到7、8年或者8年到9年平均就可以 triple， 所以这个人50万开5到6年就变100万，8年到9年范围左右的话就变150万啊，嗯，所以为什么我们成功帮大家设计？这么多我们的客人都成为百万富翁，就是这个原因了，嗯嗯，那这样分解你刚才所提问的，就是这位来电话问到66岁我们成功的个案啊，我们上个礼拜在节目里面讲过，现在再重温一下。她是66岁一位女士，规划退休的时候呢，她有很多钱，只是用了50万来规划一个养老金，嗯，因为50万她觉得够 take care 所有 basic living expense， 所有生活的费用，吃的用的旅行玩的保险地税各方面都 OK 的，够用了，其他的钱就可以玩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放心的花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所以他用50万来，我们帮他设计这一套，利用32%，他也可以看，大家可以在 screen 可以看一下哈。到了66岁开 account， 70岁的时候开始领钱，4年而已。您刚上次也问到了，其实这个人需不需要等4年？不用，您可以现在开，明年开始取钱都行。那如果是一个50岁的人来买，他需不需要等？等到59岁半才能开始拿 income。Okay, okay, 对，嗯，这个是因为是但是他已经有了 advantage of 等了9年半，这个钱已经涨了9年半，对，翻3倍，没错。所以我现在回答这个例子哈，他70岁领 income 的时候就可以领到51000。75岁领 income 的时候是116000，80岁领 income 是164000。85岁领的时候是372000，90岁领的 income 是525000，到95岁总共他70岁领到95岁的话，总共领到950万，950万。这个钱涨的是非常的 fantastic， 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健康的活下去。没错，活了一天，保险公司就会给我们钱。对，就算是他其实如果真正长寿的话，比95岁更年纪大，都钱更多。更多，而且那个 increasing income 每年的 income 还继续升高。为什么有很多你的老客户他们看到了这个访谈，知道了有 32% 的 bonus， 他们以前已经跟你买过，对，现在还要买，为什么要买那么多？追加，
追加。为什么要追加？为什么买这么多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大家理解到，自从疫情影响这个通胀，大家都知道，现在我们做一套规划，没错是够的，但是以后通胀的引起各方面的消费，没错了，不够钱养老。那么 that's why 我们也一定要设第二套、第三套，来不同资金的来源，年纪越大，钱就越多。其实这里面的内容还是有很多，我们就浓缩在观众朋友问 Simon 的这些问和您的答来讲给观众听。那我现在帮大家一起回答所有这些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问到这个计划有没有风险，我回答大家没有风险，因为是保本安全。第二呢，大家都会问到这保险公司安不安全呢、啊？我告诉大家，这个是130年历史的保险公司，已经经过世界大战，已经经过通货膨胀，已经经过金融风暴，什么都经过了，你经过他也经历过了，所以还在，你绝对可以放心，对不对？第三，它是全球 top two 的哈，没错，有的时候是 one， 有的时候是 two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而且也有保障，您的钱好像存进去银行一样，银行就有 FDIC 的保障，保险公司的理财计划也照样有同样种类的计划去保障大家。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三，问到很多人开户的时候有没有收费，有没有管理费？没有，现在这个 promotion 没有哈，其他可能会有，但是这个 promotion 是没有管理费用，你可以绝对放心。这是不是 Allianz 有史以来出的最优惠的一个 program？ 没错、okay. 我所经过保险公司设计出来的计划来讲，这个是最优胜的一个计划。但是到4月3号就为止。对啊，千万不要错过。4月3号以前开了户，您有一年还是一年半的时间可以加钱进来。我们有很多客户来讲的话呢，他的钱现在是放在一个 account， 可能不太方便马上调动 CD、我们可以先帮你 lock 住，等一下、没错，拉住一点钱之后再加钱，18个月之后之内你一定要加进去，那新钱进来还有32%的红利，这么高，所以大家可以绝对放心。那有很多我们的客户朋友呢，现在钱是放在 401k IRA 403b 457 TSP 甚至 pension， 其实我都可以帮大家做一个 rollover， 现在从那个 account 转到我们这套 account，马上您就可以得到32%的红利。好，对，绝对绝对可信。还有那个，有很多客人现在最近房子好嘛，卖的房子有一大笔的钱要投资。对，那投资什么地方最好呢？利用我们现在32%养老金，以后收养老金的时候好像租金一样，永远收不完。但是不要 deal with the tenant。没错，就不用再烦恼。好，这个 list goes on and on，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讲了。预知详情或者加上您自己的问题，请致电 Simon Chu。大家千万不要错过，这个是人生难遇的32%这么高的红利，你错过这个机会呢，下一次不知道要等多久了。马上现在跟我们公司联络，谢谢大家。非常感谢你。好的，观众朋友，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